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鱼。我们来看一下四月四号的运势对十二星座的影响。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金牛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灰色，适合把自己已经想好的事情说出来，不要怕自己的想法太幼稚了，说出来就有机会去整理你心里的感受。经过经验的累积而产生的想法，大家会跟你产生共鸣，因为体验而说出你的体会和感受，也会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同。第二名处女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绿色，适合跟有类似想法的人聊一聊，不要自己一个人想想就算了。生活里面只要你觉得必须的、必要的，大家很有可能跟你有一样的感受啊，把你的想法说出来，看看大家能给你什么样的建议，帮助你把你的想法变得更可行。第三名双鱼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橙色，适合拿出你的经验跟大家分享，不要觉得你知道大家都知道，你的经验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宝藏，分享你自己过去的经验来帮助别人，这就是你让人想要尊重的地方。在分享的过程中，你也可以得到更深的体会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需要努力的星座，第一名巨蟹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深蓝色，适合把自己擅长的事拿出来再审视一番，看看哪些地方你可以再做一次调整，不要照着旧的习惯行事。如果出现新的状况，会让你感觉到始料未及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身边的人如果有不一样的想法，也是可以参考一下哦。第二名射手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黄色，适合了解自己熟悉擅长的是什么，不要在机会面前害羞，错失表现自己的机会。只要是为了大家好，想法不一样也不要吝啬于表现自己，越是出现不一样的招数，越能让大家感觉到冲击，为大家带来心灵的新体验。第三名水瓶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粉红色，适合去体会身边发生的事情是在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和提示，不要抱着自己不切实际的想法不放，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事情呢，那么扒开来看一下，就是两个人理念不一样，就这么简单。既然你跟他之间有交集，是不是你想要从他那边获得什么支持呢？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，想得到收获，就要有全力以赴的心理准备。我们今天要一起加油。